直接追，没事，他一级的毒伤害特别低。没有凯旋吧？哎呦我操，还凯旋，没事，他没拿到人头，凯隐搁我们家呢，真厉害，往我们家里头跑。既来之则安之。你很喜欢拼呢，我这一看呢，回家来，等他没药了的啊，让他回也没事，他们现在这分段的上路啊，就即使自己能血亏也没有关系，只要不死哎就行，他老秉着这一个原则。他可以血亏，可以一个刀不要，但是他不能死。这也不知道要干啥，精神病似的。等一会儿啊，拜拜。这兵线女挺垃圾呀。回家不用闪，我刚才有400滴血啊，我给你看看那个炼金点炎是多少伤害，点炎130，毒打100，230，一打100，330，一共我400滴血，凯隐马上到加个平 A， 我死不死，还有小兵的伤害，你说我死不死。
千里。这我跟他解释解释没毛病啊。换就换了，没关系。我怎么三个助攻啊，我的天哪，我一共就杀了一个人啊。你还不记得我多少次怼观众了？我只是陈述一下事实，就变成我怼别人，是吧？别人说的不对啊，我就不能说，说的不对也是对的，就应对，说两句就说是怼别人，你看，硬跟你搁那杠。来人了，你俩能打过我？就这么两个玩呢，要杀我呀？你干哈呢？好厉害！哎，这个，哦，这 W 没躲掉，天哪！这不应该没躲掉啊，稍微贪了那么一小下。
摊了一个 EAQ 的连招，躲掉我估计他不一定能打得过我。我就跟你们玩，就把把打的全是劣势局，到底因为啥呢？因为什么呢？无法理解。中路这个兵我要了。老孙可会七十二变？那开眼还得来，可能。哎，在下路呢。那你倒来呀！打一百年也不能来一趟。那螳螂一级血蛤，哎呀，我们家这螳螂跟对面的螳螂怎么不一样呢？我就纳闷了。等一会儿来，这把还不劣势尊呢？你看看他排引都杀成啥样了都。死没死啊？哎，没死，可以。慢点死吧，大哥们啊。一顿杀呀，在下路，哎呦我操，一直杀 ，Q 啊，也行。交加血了吧，先打个红，老头这波没大，我们有大，拿个三杀玩一下。这波他们全部都没啥，为什么他知道我来了呀？我没有看见视野呀。
蛤蟆有眼儿，这不我们家眼儿吗？好像刚消失的吧，所以我没看见。送完下路送打野，送完打野送上路，对，你就可劲儿送，你就把他们全给送起来。回家，既来之则安之。青羽木印加提亚马特，什么时候能把这1000给他拿了？出去勾引一波啊！行，我就跟你旁边，没事。这不打峡谷呢，瞅一眼。没打。我们可以继续带一波。小龙不要了，给了。守塔呀，小龙他们不要啊。我有吸血，没事。9秒炼金复活，没到20分钟呢，应该能拆掉。哇，伤害好高啊。哎呀，1000块，漂亮。小龙拿了。我蓝不够用，把蓝给我。中路可以试一波啊，这波我们要杀，先杀老头，哎，等他们，别急。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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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波可以打，希望这左一没大。
先刷卡吧啊。狙，漂亮，大龙。直接打吧，没事。只要不让炼金给抢了就没事儿。他搁下路呢，他不要了。给个红，老铁。先杀老头啊！ADC 贴我的脸，确实是挺有意思的。你都贴我三回了，你都打不过我，你还敢贴我脸？我杀了，算了。干嘛呀？哎，等着凯隐，来来来来来。漂亮，中推。上路为什么没了呀？女警开的吗？希望他们的河岸多过几周。在这等一下啊、哦，看看他们到底要干嘛。下路一拆，游戏结束。干嘛呀？这炼金啊！闪现可以。凯隐马上复活了，快拆！不急啊，先 Q 一下。好像不太好拆了呀。等个大吧，那也没人跟你上啊呢。我有冲哥，没事。
过来杀开眼，有金身可以。他就应该变红铠，我跟你说，他变个蓝铠吧。他虽然他蓄区高，但是他太脆了。真难玩，真难玩，跟你们玩真难玩。3.0×2，你看你俩像不像人？你瞅瞅你俩像不像人？就这还钻石呢，哈啊！就这还钻石呢？这钻石4啊！这人能到钻石4？